男人呢，都是天生的猎手，喜欢挑战。你就是要让他琢磨不透，他才会更加的期待你们的约会。姐姐，不能这么认真吧？给机会一起兜风吧。我们都说后座第一次坐女生。忽而匆匆，回忆重放着心海的翻涌。我不会谈恋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。我从高中就喜欢他，那时候我就发誓，非他不娶，一定要给他幸福。聂医生，哎，久仰久仰久仰，我是谭静的老公。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？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。聂宇生，谭静，赵江月，顾嘉欣。谭静，你记住啊，我聂宇生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你无动于衷。这么厉害啊？有我在怕什么？走吧，过来。哎，越是期待越害怕。赵正月，我喜欢你。因为你，我不信命。Thank you.